跟你讲，后面还有，你们尽量不要，尽量保持刚刚那种嗨度，好不好？你们够嗨，纪晓岚会加码。加码可以干嘛？把他的笔电送出去啦。对，这太大码了。蓝色衣服都不错哦。啊哈。OK， 那我们 Ladies 呢，靠我们舞台左边，舞台左边。现在我需要你们更大声的欢呼声，欢迎我们的台中天团。